好，看一下这个小智伸手四哦，他说呢，请问你英文跟数学都不及格，什么叫都不及格？来，我们再把刚才的图画一下，这全班的人嘛，这是数学及格，这是英文及格，那怎么样都不会及格，那就这一块啦，啊，都不会落在这个圈圈里面，那就不及格嘛，通通不及格。那这块怎么算？这块不就是全班人数减掉什么？减掉刚才怎么样？减掉英文及格，啊，或数学及格嘛，就这一块嘛，我们该算的不就这一块吗？或数学及格，来等于多少呢？来，全班是40人嘛，减掉我们该算多少人？英文及格或数学及格，总共几人？总共37人嘛，剩下3个人啊，通通都不及格哈、哦。这例小智伸手4。